罗盘失灵了。我们应该到了。 你们来了，你们是何等的幸运，可以亲眼见到血祭的完成。尊主卧瞻，信徒在此，卧瞻尊主，终得现世。 一点踪迹都没有，应该是这儿了。哎，没事。你们看，我脚下踩的就是珊瑚岛，它从来都没有露出过水面。我问过乌木岛的村民，他们说乌木岛方圆100里的海域，并没有别的岛屿。 这珊瑚岛必定和那陨星有关。老丑啊，你说的没错。我脚底的这个珊瑚岛，离那颗陨石中间隔着一条大海沟。如果这一切都有联系的话，那个海沟是唯一的入口。现在海面平静，我先下去试探，以绳索颤动为心。若是绳索连续颤动3下，你们便随着绳索下去；若是多次颤动，你们便拉我上来。他到了。怎么有点喘不上气儿啊？这是什么鬼地方啊？ 弟弟还活着，思玉，楚思玉，楚思玉，楚思玉，我真，我真。 思雨，是你吗？思雨，沈总。 老楚，别往前了。 文言，安杰丽卡，再也见不到你，你很愧疚，思雨，我对不起你，你不该来这里，是我想做白狐。 我让你顶替了我，是我害了你。当我得知你失踪的消息以后，我没有一个晚上能睡好，几乎在每个梦里，我都能遇见你。 这当然不是幻觉，虽然这2年你总是分不清梦境、幻觉和现实，但此刻你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。思云，咱们回去吧，好吗？ 你告诉我，咱们怎么样才能离开这里？离不开的。啊！是我带你来的这里。我正在试图用你们的语言和你交谈。你不是思雨。 你是谁？你是无法理解我的存在的。妖魔、怪物、魑魅魍魉，亦或沃瞻，这都是你们的叫法，我根本不在乎。兄长，别跟他说话，他在蛊惑你。你把我弟弟怎么了？ 你弟弟，他已经死了，但他的意识和我融为了一体。因为你们是孪生兄弟，所以只有你能见到我。要置他于死地！啊！你这个妖怪！这里的目的究竟是为何？那你们人类相互斗争，战乱不断，又是为何？不过是为了更大的疆域和更多的子民。我的目的也是如此。屁话！你可知道有多少人？ 因你而死吗？弱肉强食不是你们亘古不变的法则吗？我明明带给你们的是更强大的力量，而他们不过是承载不了我力量的失败品罢了。除了你和沈从，你们不会堕为没有意识的野兽，臣服于我，我能带你们超越生死。超越生死，也不过是通过被感染的鱼虾，让我们变成怪物，再把我们变作傀儡，操控我们。 沈从，沈让，一切都是你，是你利用贺子教蛊惑苏木然和村民，用我们不知道的办法，把人变成怪物。 一直在控制、利用沈从，你罪该万死。我今日来到这里，就没想活着回去。无论你还有什么伎俩，尽管使出来，我们都会以死相抵。我，伯爷。 沈让，安吉丽卡，皆是如此。沈从，沈从，你醒醒！沈从。 你跟你弟弟一样顽固不化。我跨越空间到这里，长眠于海底，一直尝试和你们的躯体融合。因为你躯体特殊，才将你引导至此。沈从，醒醒！ 你们沈从已经挣脱了你的控制。如果我死了，将没有人再会传达你的意识，你会永远、永远孤独地待在海底。我给你两个选择。 一，我留在这里替代沈从，你放他们走。现在我就此了结。沈从，沈从，你别怕，你别怕。我知道我伤害过你，可我现在是来保护你的。楚大人带我来的，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，但请你信我。我想回家，我带你回家。 别怕，我不会伤害你。别怕，楚大人回来了。结束了，你很勇敢，从儿，没事了，可以回家了。你用强大的意志战胜了我瞻，他不能再伤害你了。今后从儿就跟着你了，好吗？ 你们先走，我随后就来。 无言，伤得重吗？死不了。郎城，你去哪儿了？ 我见到我弟弟了。咱们这一路走来，实属不易，多亏有你，谢谢。这个事情可以结束了，你赶紧带着大家离开。 老周，我答应过你，要走，一起走。伯言，没有时间解释了，我会回来的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 一定相信我。快走！快走！走！快走！快走啊！伯言兄啊，这都7日了，这条鱼没有水，一炷香的时间就死了。你每天让我弄条鱼来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回大人的话，我记得我跟老楚第一次上乌木岛的时候，他就捕过这样的鱼。那条鱼离开水之后， 活了1天1夜，大人。7日前，我们从溶洞离开，发现海边的所有海货都恢复正常了。这岛上的12名病患，现在情况如何？转移到宁海堡之后，军医根据千儿的日志调配了药方，给所有人服用。 之前这个药方并不适合所有人，有人因此服用而毙命。但这几日情况不一样，12个人均有好转，身上这些鳞片好像都退去了一些。杨公公也让边军服用，效果皆是如此。不知道是为何。唉，此事 也算是告一段落了，我也该回去复命了。看来，这都是老楚的功劳。啊，对了，不知大人回到京城以后，文书会怎么写？哼，自然不能如实。但我确实看见了，边军在这抵御外敌，实属不易。此事与修保无关。孙都师修保之事，没错。多谢大人。大人，文书之中能否加上老楚的功劳？ 多谢大人。杨公公。 诸事已毕。斩！这7日来，宁海堡与乌木岛发生的事情，你也都看到了。这怪病持续了2年之久，这怎么忽忽然就风平浪静了呢？哎呀，我着实是想不明白啊。哎，那日你们擅自做主，进入了那个海底溶洞。 发生了什么呀？我们3个人跟你说的都是实情，没有任何隐瞒。只是这件事情真的是匪夷所思啊！就我们这些人，永远都无法参透其中的缘由。只要现在这个药方能解救这些病患。 这个事儿，就算是彻底了结了，而对你我而言，这就是万幸了。只是我回京以后，还得劳烦杨公公严加防范呢。那楚思敬失踪了，沈从呢？我都说了，2人都没救了。 我的另一艘船已经到了，我要走了。我已经找了几名可靠的水手，把沈从先带到船上，离开乌木岛。 楚大人给我无偿布施，应该就做好决定了。把他留在大明吧。这个事情可以结束了，你赶紧带着大家离开。我和沃占做了交易，他会离开这里。 老楚，我答应过你，要走，一起走。现在我无论去留，我终将会变成怪物。 就你那2下子，哼！活着，你才能继续保卫辽东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 你留着吧，算是个念想。是老楚舍身忘死救了大家。伯颜大人保重。在船上还习惯吗？比小船稳多了，还快。那就好。我从小到大一直在岛上。不用怕，我们会陪着你。等处理完事情，我们一起回来。楚大人的无常布。 是楚大人救了我们。画的是什么？姐姐，我依然能感受到。 感受到楚大人，我觉得他还活着。我也相信他还活着。 疫病消失了，因为楚大人一个人在对抗恶战。用这热吻祭奠结尾，用你唇语。的在很久以后会有一群人把这。